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渊，晚上好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抽签的部分，6月27玉龙要抽签哦。然后它现在是以上市增资为主，那申购日期6月19到6月21，哦，那拨券的日期是7月5号，那成效张数就5950张，成效价是68元。现在市价是83.4，获利大概15400，报酬率就是22.6，那样申购一张。那到底要不要申购呢？阿云有几个想法哦。其实看一下它成交价是68元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股市的部分。好，玉龙。68元的位置大概是在这边，2023年的1月16号，也就是大概是5个月前的时间。那算是刚好是玉龙起涨飙涨的时候，我准备起来的时候的价位。这边可以看到它的价位68块钱的隔天，它就直接在涨，差不多70，然后这就往上冲，所以我觉得，可以试看看，可以抽看看，因为毕竟它的，它的点，我觉得68块的点应该算蛮合理的，应该算蛮合理的啦，68块在1月份的时候的价位。这还蛮 OK 的。那至于趴数的部分呢，我预期，因为玉龙的成交的张数是接近6000张，对比这个台积电的部分，台积电的部分是8000张左右，8500张的时候，那时候它的抽签的中签率大概1.1% 哈，所以我认为玉龙。它5000多张，接近6000张，应该也是接近一趴啦，接近一趴，所以还是可以抽抽看啊，还是可以抽抽看，个人建议可以试看看，投看看吧。那就是这样子，阿苑的建议就是下去抽看看吧。那我嘞？我的运气总是抽不到啊，所以我也不晓得我能不能抽到。纵使下去，是不是20块就打水漂啦？又没办法啦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啦，拜拜。我是阿元，记得关注我、订阅、按赞，谢谢，拜拜。